三分钟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查某囡仔穿的一件物件，伫咧外裤的内底。三角裤。不是，我讲了。啊，不能讲到，不能讲到里面的字是吧？对。啊，丁字裤不算，丁字裤下一类。哦，有件物件哦，尖尖的哦，伫咧，伫咧。三个字，伊内底吼困死人诶，伊死人哦，伊毋是伊困死人诶，死人啊用伊白色诶白色诶布吼绑起来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迄个艾灸，嘿，伊高高诶，高高诶，尖尖诶，平菇塔，毋是高高诶，尖尖诶，三个字，伊个字是有一个物件吼，是得去烧的，伊用叫挂蝇，啊，做灰坛，有一只挂什么？挂蝇，啊，挂蝇，不会叫了，叫叫来，你死了，叫叫你爱死，就是在灰塔呀，就是灰塔，有人说话，你答对啊，你有对啊，金字塔，哦好，就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好，我讲哦，无代志交代，所以讲容易被安怎讲？没有事交代。别讲台湾国语，台湾国语没有事交代的台湾国语。哎，没有塑胶。哎，要搞奥比亚塞哩。塑胶袋。什么鬼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对。五节，节拍的台，节拍吼，等等哎。几个字？啊，五节九尾钩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金椒，为啥八八楼？嘿嘿嘿嘿，快点啦！哦，是是来讲哦。有一个人吼，一直外口，一直国外吼，四万块，伫台湾吼，五万块，你啥物人？外国四万块，台湾五万块。外口四万，啊，不过伫台湾总计五万啊。无哪个？你啥物人？人吗？对，伊怎么啦？哦，对。切入的点很高。国外七万块在台湾四万块，太便宜。多少万？嘿，你唔知啊？知啊。几亩？几亩？几亩？听啦，到底是存啥物？啥物？啥物代？啥物物件？会进落来？我到底在说什么？到底？到底啥物物件？你懂方？特别烂太阳。嘿，啊，多几几亩？给谁？太阳是其中一个字，对对对对，头两个字太阳什么？啊，有一个人唱欢喜，咦？丽花，不是，你在讲什么？什么？丽花，不是，你懂吗？太阳，太阳花彩线有，太阳花有哦，有，还没听到太阳花有哎，有还谁呀？等一下，这个烂东西，哎，你信不寂寞？我靠，洗白，什么洗白？什么洗白？我就听了很，在国外七万，变台湾变五万。太阳花女王，人家说杨丽花，人家跟他讲说杨丽花丢第三个字，咖喱淘金两个字加起来，太阳杨丽花，对啊，所以你要跟他讲第三个字是对的。太阳马戏团，太阳是后来讲太阳花了，太阳花，真的，我们呢，我们蓝队呢，看完了徐小可的表演之后呢，听起来我们阿雅非常有信心，哎，恭喜你们赢了，一定了，恭喜，谢谢，我刚才我在录泰国